你来我家碰到，感谢朱大哥给我这个机会。啊，今仔日呢，来到这个万秀珠王，是要来特别来感谢亚兰姐，当初是对我的感谢。那无亚兰姐，就无今仔日的红利哦。我总算做一摆人的文工嘞，我是你的文工就对啦，所以今仔日我来就对。今天是来甲感谢，特别来感谢查甫叫文工嘛。然后叫文庙，哦，我计是你叫文庙，文婆嘞。文庙，文庙。好，想要来感谢听下来。是啊，伊伫个吼，差不多。我若唔是出来要甲你主持的。你别在，你别在。谁啊？哎呦，你来这主动啊，怎啊个砍你嘞？哇！你两个什么关系？你讲。安尼哦。我无啥物关系啊，我家己来啊。啥物？无啥物关系，你会使接安尼哦？对不对？我来讲，阮三十年前哦，在恋爱。你也叫成功？你叫成功嘞？伊来知影我的名叫达啦。哈哈哈！成功。我讲达嘞，成功啦。老公，嘿，这是假啦，嘿，你莫误会。你敢吃唔敢负责哦？你一直甲叫来当，你吃你搁讲你无？我阿姐话伊讲哦，来话你听。恁老公是做啥？比厝边个看电视。无来，你来做比这，我当作你很空，我当作你很空强啊。我坦白讲哦，你坦白讲，我坦白讲。我专工换只书西装，看你往里而来。我是讲台湾即马唱台语的查甫歌王，你算上好诶。对不对？啊，你来，我尊重你，我换衫裤出来，换好出来，讲欢迎你来我家。结果你甲因爸应讲，你要来感谢文庙。啊，对不对？文公伊用讲诶尔，你讲伊讲诶意思。伊是恁什么人？你无恁来替讲话。你查囝的同姓，甲你有什么关系？朱大哥，你即摆看到这个一姓翁跟我同姓，这运气啊！爱叫翁里哦，是阮亲戚。对，不是啦。啊，我从来恁亲戚的人呢。啊，是。你前来讲一种话，你。无啦啊！好啊。哎，你朱启林呢？啊，你一个正通班，你也要甲边仔正啊，也要甲来。你走。卖丢啦！阮三十年前，阮就伫乱爱。就做伙。啊，乱爱，因为阮爸母反抗，是做白阮的自由，把阮拆开，是哦，伊才对到酒家。啊，这个体格是啉烧酒啉醉啦。啊，恁翁若讲听了这话，等于离婚咯。迄个不是翁。姐啊，这个交代我无，即摆全台湾收视率上。你走啦，你是主持的，你是大哥无啊？你今年几岁尔？你有你有法当解决阮两个百六岁？我懂。我跟你讲，他那朱大哥在节目中要寻人爱人，你嘛让伊坐车较久的。是。对啊，你先惊啥？哎，这查某很信的。偌济人我讲帝王拢无袂着，敢那伊主动给你牵你。好啦，我来讲啦，迄你的文庙啦。是。看是要安怎报答文庙。你若要报答伊，你都还袂拖，迄个也袂嫁。
我主持主持几啊十年，我当台长唔捌让吴公歹插我，无啦，我吴公歹插你啦。我甲搬落去大卡坐电箱，无啦。哎，你，我坐这，你骑这只牌啊骑安尼？啊，这张是要放在火车顶悬的，啊，你骑安尼？哎，我骑安尼啦。够行。骑安尼啊，够行诶。奇哥，我骑安尼有钱不是？你们别动起红脸，一会好难过。我我骑安尼有钱。哎，对，你唔当到遮只船拢来遮念经咧？哦。伊讲要带我转去烤草。那你要去吗？烤草是烤什么草？是烤红萝草。啊无啊。哦，伊咧种茶，哦，伊咧种茶米啦。陈小姐，我唔知影讲伊是你啥物恩人，你是？就伊出唱片，啊，搁无着顶的时阵，我就甲伊合唱啊啦。我拄替我转来，啊，出一块唱片，啊，迄个时阵唱片公司就麻烦亚兰姐来甲我对唱，啊，甲我牵线啦，啊，带我去唱一挂综艺节目，啊，拢甲一挂吼主持人啊，唱熟悉，讲啊，这着新人叫王力哦，安尼。嘿，啊，伊阵嘛足想要压着朱大哥的手，迄阵伊都出国啊。我，无啦，我是唔敢说，迄阵吼咧签桌啊，嘿啊，无迄阵我第一个绝对压朱大哥的手。真介意就对了。什么介意？在阮心目中是神啊，对啦。哎，恁的气动嘛，气啊足神的，恁是看伤济。我较早囡仔时代捌做东区啊，真个假？啊，着阮个祖爷上江爷吼，要去三千古园遐挂香啦，到三点外啦，啊，我是上江地呢啊。哦，你会晓跳啊？哦，我举雨伞个，会跳个，安尼啊。哎呦，我出三点外，哪会讲今仔要采东区，哪会采无安尼啊？我想讲阿贵是我做的啊，我就跳起咧啊咧，阮的遐老伯遐，哎呦，啊这上工人啊，那踩档去踩到西工搭啊啦，哎呦，啊那安尼啦，啊，那根本唔对啦，哦，啊我都那地去庙，就安尼就对啦。我阮一个接下我要接棍咧，啊喏，我杀一百香，我直接冲过来。恁爸肥的，我飙出来！哇！家仔无摕气球。嘿啊！吼，贵！本来你四季拢是桂林嘛，所以你今仔来，我四季，你的身躯边四季拢是桂林嘛，对吧？今仔来上朱大哥，我身边遮拢消炎。我啦，你若低频就对啦。叫消炎，你拢赢就要走。这讲真嘞吼，伫业界几乎吼看会到吼，业界拢拢我的贵人，业界拢你的姐夫哦，几乎就是讲几乎咩讲，几乎代表差不多啦，差不多拢是，差不多拢是我的贵人啦，所以讲啊，因为逐摆啦来录这个万秀之王啊，拢陆陆续走啊，拢袂赴甲子啊特别介吼，感谢啦，嘿啦，安尼变。足歹势啊！这算运庙，运庙啊，运庙足大，对，这系三通的啊，三通的，什么叫三跪一步，五跪一拜，哎呀，哎呀，啊七步一卡，啊九步一边，哎呦，干咩安尼？九步啊个万边，啊你过来看有嘞看。四点三要三千行嘞，我三个一杯五杯一杯，啊不然就一边。哦，共变速边啊，安尼变起来好啊。几类？哦，有赞成无？哈哈哈！无几类，无几类，节目卖看。哈哈哈！好，好啦。我跟你在打眼睛。我无啥敢红贵呢。嗯，我贵就贵。来者。哦，你可以听啊！跳跳嘛，跳！你已经这么贵了，我都，你这么贵了，我都爱提你这哦，你贵，来，上香。哎，你啊，你未使，你啊，你未使，你啊，这人提啊呢，这人提啊，你啊呢。哎呀，爱笑你个恶笑嘞！这个人无迄点名，是啊，是无迄点名。对。啊，你好，你点这个歌啦，好不好？你若介意听伊个歌，你点对。安尼啦，朱大哥。
我会爱唱台湾歌、台语歌，就是当初是听阮阿伯唱一条最好听的老歌，叫做《古井咪咪》啊。古井咪咪好唔好？来。出手的那风雨，有情你可惜也是你，明在你心永远最深，这个歌，这无伊在唱这个歌，伊个啊，伊个单点较有力。哦，啊，这个在唱哦，阿古线都个断了好。哎，啥叫阿古线都？阿个转音呢？阿伊都也无咧播，较好断。这里的这里的专辑新作品，新作品，嘿嘿，我做变手棒，棒手变。这个我都听无，这个叫变手棒。我姐啊，你卖个一嘴一只只，啊伊迄个字的对这面擦过啊，啊你啊安尼啊，我没有你做翁你无爱，啊无爱你拄只舌啊慢条条，啊舌啊就甲恁翁讲合作翁的啊，我这底含伊啊。知影吼，啊恁第一摆唔捌啦，我就捌咯。放手柄的意思是什么话？就是讲，这几年来，大家拢一直在讲景气无好，啊，但是咱吼，嘛是爱过生活，啊，未来的日子吼，爱有希望，啊，所以用这首歌来勉励大家，鼓励大家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一定爱放手柄，最后才知输赢，好不好？哦，放手柄。对啊对啊，所以现在朱大哥的身躯是足有道理的。您咧骂我意思，您拢听有？当然我听无。我有一句话讲，定咧惊死啦，放惊飞啦。啊，你的意思我唔敢定。你的意思？我来，你要定倒？你的意思惊我定落惊死，放会惊飞？有的所在定放伊嘛是袂飞啊。对啊。不是啦，不是啦，那你袂使这个话放在这个所在，放在我的身躯讲啊。你就讲，啊，我袂使甲定啊。哦。因为伊对我几啊十年啊。恁查某笑比查甫较大声呢。啊，因怎办啦？伊嘛是放手表。听伊讲个叫，哎，什么田？迄田迄个高个，黄树田。哦。无啦，真是对唱啦，即摆我的专辑嘛。太伊在讲啥物无啦？对唱啦，你讲他们对唱。对唱啦，就是我的专辑。高黄树廷水呢？水哈。黄树廷，阮老师笑想无掉呢。安尼吼。
系啊，你咧硬个喉流出来，系啊，真系假的？我老师咧教的，啊教无着，会教无着咧，教假真教无着，无一定来要叫你坐莲花，蛮好啊，无你叫啊，你一个是，这个你爱注意，这个拢会忘记我坐莲花，嘿，啊你因为好，你会教也先。又忘记莲花一直落来个，哎，坐莲花真好啊，坐莲花是好个。是，你家你家去坐。你若坐莲花，这张都爱放咧头前。唱你的歌，新歌，唱你的新歌。这个棒球名专辑内底有一首，嘛正好听的主打歌，叫做《鸳鸯路》。好来，甲拍鼓啊，鼓励一下哦。谢谢，谢谢。好交情，诸王耍傻分。